不是，没有牛，没有牛，我学的。你学的？不像啊，厉害呀！你看啊，这俩孩子都喜欢小动物哦。平常工作又这么忙，我就有点时间，我就跟他俩学动物，逗他俩开心哦。我这闺女，她喜欢听那个布谷鸟，嗯。我这儿子喜欢听小青蛙，放真帅。哎呀，那个大哥，我也喜欢小动物，你给我学个大象呗。你听着啊，那他真会装象啊，他呀，什么装象？那我是属那个公鸡呢，那大公鸡叫你也会？你工作的时候，就是这两个叔叔一直陪着我来着。真的？嗯。哎呀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师傅，你谢之前我得说你两句。对，你说你这工作忙啊，咱可以理解。嗯。但是孩子咱得看好了啊。你想想，你这工作呢，忙起来了，把忽略他们两个了，他们俩下来溜达玩，万一跑丢了，你这后悔一辈子啊。是，你说的对。可我就是个打工的，哎，我就在后头那个楼上干活。哦，你说我也不能把俩孩子放人业主家里吧？我只能是搁楼下。以后再来咱们小区干活，把孩子送咱保安室去。我于小脸带着所有保安帮你们看孩子。哎呀，谢谢，不用谢，不行，必须得谢。不用，而且。我还得用最隆重的方式，用广播站的形式隆重地表示感谢。哎呀，等会儿，咱小区没有广播站，没有，没有。谁说没有啊？有啊。喂，我说，咱们社区的业主们，今天，我要感谢两个人，一直帮我看孩子。这两个人，一个长得挺圆，一个挺长。我谢谢。哎，我们走了啊！叔叔再见啊！叔叔再见。行了，没事了，我也撤。哎，撤。你慢点。不是，我总感觉哪儿不对劲儿呢。不是，哎，那个街坊邻居，你说我刚才做那个事儿对不对呀？咋的？你不服是不？不服咱俩就比比。谁跟你比呀？幼稚。对呀，比啥比呀？你这捂着手指头伸出来，一边骑吗？你看一边骑吗？大姐，咱能不能不掺和了呀？啊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。来吧，说比啥？比呀、啊，哎，就比看咱妈更心疼咱俩谁。哎，但是比赛就有比赛的规则。大姐啊，你来给我俩当裁判啊。啥？这一不准直奔主题，二不准强迫，三不准金钱收买。一切随咱妈自愿，还有四，不许玩太幼稚的，必须高大上一些。啥游戏啊？藏猫猫。大姐，把冰箱门给我打开。行了，还藏猫猫、啊？我强项。那什么强项啊？你忘了？小时候你在小米粒子藏猫猫，你自己回来吃晚饭来了，我正刷碗呢。哎，小米粒子呢？可哪儿找也找不着，报警才把你找着啊！藏得多隐蔽，什么玩意儿隐蔽呀、啊？隐蔽啥隐蔽呀、啊？他在树洞子里都睡着了，那小脚丫子冻得跟胡萝卜似的呀！回来，咱妈把他脚搁在肚皮上，才给捂回来。要不现在截肢了，你坐轮椅了都没那么……哎呀，哎，二驴子，我那么小，你就开始欺负我啊？这知足吧，还把你脚放肚子里，从小长这么大，你问大姐。咱妈连手都没给我俩捂过，还给你捂脚，美的你大瓜子儿。二哥，看你家来客人了哈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顺风，你先别走，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那个他爸给我邮了5000块钱，我还没来得及去取。啊、哦，你借我1000，赶紧给你打发走，别丢人了，好不好？我取了马上还你。哎呀，好不好，顺风？这不巧，我没带呀。
你一个大老板，哪一天这个包里不得装个万八千了，对不对？你借给王叔，肯定还你。行行行，你就给他垫上去不就完了吗？行，是少不了你的啊。王叔，我借你钱可以，但这事儿我得弄清楚，啊？你弄吧，机灵点啊。哎，兄弟，不是，呵，你这眼镜怎么碎的呀？掉地下了。这怎么掉地下的？他给我碰掉地下了。哦，他怎么给你碰掉地下了？就是一碰我掉地下了。是吗，小天？我没碰。碰了，没碰，碰了，没碰，等会儿，没碰，等会儿吧，你看看吧，一个说碰了，一个说没碰，我这怎么分辨呀？你这样，兄弟，你俩给我演示一下，情景再现，要确实是他碰的，没关系，1000块钱，哎，我给你1000块钱，不完了吗？哎，来，看着啊，等会儿再来，这没碰着啊，是再来，别着急。不是我是在这边，对吧？我在这边。这是他这个他也碰不着你啊。我在这边，你看。哎呀！我看出来了，他掉地下了，眼镜没掉啊？怎么没掉？当时掉了，当时我眼镜戴的低呀、啊。哦，戴的低呀、啊。哎，就掉了。你把眼镜戴脚上了？你脚上长眼睛啊？对呀、啊。我脚上长眼呢，长了个鸡眼呢。你别在这胡搅蛮缠啊！你问他到底是不是他踩的，你问问。王谦，是你踩的吗？是。我问你，是你踩的吗？确实是我踩的。去！哎呀，我眼睛都快眨瞎了，你不明白？街坊邻居们，谁有这本星座书？据说可准了，可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呢？前天他说我是出游的好日子，结果我一出门哭嚓掉沟里边了，游半天游不出来呀。啊，这就是出游啊。昨天说我是大喜的日子，准呐、啊、这是真准呐、啊、我爷让我在家洗了一天的衣服啊，这就是大喜呀、啊！今天又说我走桃花运，这桃花运搁哪呢呀？这样，马恰，哎呀，桃花运来了！妈呀！别叫妈，叫小姑就行。小米粒。你是不是感觉到我想你了？什么东西？那啥，你在家干啥呢？刚做了几道菜，又研究会儿星座，还吟了一首诗。啊！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在，桃花依旧笑春。放这么一会儿你还干这么多事儿，你效率挺高啊。哦，妹夫，闹半天是这么回事啊？哎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这咋着就是咋着呗，有钱就是有钱，没钱就是没钱，你干什么玩意儿？你弄这个，你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不准笑话我啊！我笑话你啥呀，妹夫？人哪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啊？有赚钱的时候，那就有赔钱的时候。你做买卖吗？对不对？你赚钱了，你别得意忘形；你赔了，你也别垂头丧气。我相信你一定能成，一定能东山再起啊！那是你肯定的，那是肯定的。对吧？哎，钱够不？这肯定，我估计还得差个3-5万。没事啊，我跟你大姐虽然没什么钱，但是3-5万我们还是有的啊。拿着，俺俩全部积蓄，拿着。大姐夫啊，你就是我的亲姐夫，不是，大姐夫，哎，这个钱，这个钱你可不是白给我的，怎么的啊？你这样，算你入股了，啊，从明天开始啊，你就算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了，
以后我就是股东了。股东，股东。哼，我跟你们说啊，以后别小看我。那你，我也是股东了啊。啊啊！哎啊！你别忘了还给我啊！不是，股东了还还什么钱呀？就不用还钱了。股东你也得还我钱呢。以后你挣了钱你不还我吗？啥也不，你都股东了，你还什么钱呀？啥？股东股东把我钱股东没了呀？这一点我早就发现了，但是不能怪孩子，孩子小他不懂事儿。怪谁呀、啊？怪他爸，怪他妈。我告诉你，我是没时间，我有时间我好好教育教育他。这个事儿就怪大姐和大姐夫，尤其是这个赵刚子。赵刚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教育孩子。是不是？哎，说啥呢？我正在教育小米粒儿。哦，小米粒儿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在咱们家太霸道了。你知道为啥吗？因为她长时间找不到男朋友。就给惯坏了，你知道吗？小土豆子，哎哎，你说谁惯了呢？啊、哎哎，你又你惯了，你惯我谁？哎呀，大姐夫，你说这事儿不能怨我啊！我打算培养妞妞上天入地，琴棋书画，他们都乱教。你这这不，他小姨生气了，是吗？是，我问问妞妞怎么回事啊？妞妞，哎，妞妞，爸爸，快来快来！哎，妞妞，爸问你个事儿啊，怎么了？让人小姨不高兴了，因为啥呀？她教我的，我都不爱学。你听听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哎呀，小美丽，你那是什么玩意儿教孩子？考考，什么呀这是？孩子能会跳这个吗？合适跳这个吗？还有爸，你也别乐，相声那是有基本功的，你都多少年基本功了？你一辈子你都没说好，你还让人一下子都没说好。还有你。你喝个啥玩意儿？你喝个？哎呀，你的命运吧你！你啥考虑考虑吧你！妮儿，哎，来小圈啊，圈儿，干啥？咋的了？哎，圈儿啊啊！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。范爷爷，哎，让我猜一下，你是不是想卖我鞋？你咋知道的？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，告辞，回来。啊，倩，你说你都多大岁数，你那没正形呢你？就是，哎，打你小子。哎，小美丽儿，你咋的了？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出手，可是我一家找不到买主。买主还不好找吗？啥货呀？我买。你啊。满兜上下就3块钱，干什么买呀、啊、你？我的卡。太好了！当当当当！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。是吧？啊，不贵，288。多少钱？288呀。你想赔死啊？我花688都买不着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没多少，就15双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，给你啊。别说15双，150双都没问题。真的啊？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。小美玲啊，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，是不？也是哈、啊。哎，但说好了，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？啊，都要了。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。那你说咱俩谈这么一大笔生意，是不是得换个地儿谈？去哪儿啊？跟我走。哎，我是大客户，你说去哪就跟你去哪呀。你爱来不来？哎，等我会儿啊。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我去了。我妈常跟我叨咕年，说我刚出生那会儿啊是个早产儿，才3斤，在我生命垂危的时候，是您把大宝哥从保温箱里抱出来，把我放了进去，这才救了我的一条命。您对我的大恩大德呀，
我一辈子都不能忘。哎呀，你太客气了，还说这干啥呀？啊，你看，哎，牛叔，你说这婚姻的终身大事儿是吧？那当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，对吧？哦、对对对，那是啊、嗯。那就不能把爱情跟恩情都混在一起了，对吧？是是啊，所以说吧，这谈恋爱呀、啊，就应该是两厢情愿的事儿，对吧？啊啊，对，那个具体的你还是你们年轻人聊吧啊，你们年轻人聊吧。来呀，老哥，哎，咱们那啥，小米粒儿，那啥，你说的我全懂，那咱俩处处呗，日久能生情。那你看我咋样？好看。那你觉得咱俩合适吗？合适。那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我这个人呢，可什么家务活都不会做。我会。那我每天最喜欢干的事儿呢，就是上网、打游戏、逛街、买东西，你能接受吗？那你一天你就跟亲……哎，对了，哥啊，你有多高？1.85米，站马路牙子上量的。你下来呢？1.65米。你多重？92公斤呢？才对了。哎呀，老哥，哎，你瞧我儿子这个智商怎么样？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句句答得那么精彩啊。是，好好孩子、哎嗯、不是跟你吹啊。嗯，那我儿子啊、嗯、过去还当过酒店的大堂经理呢。那后来咋不干了呢？后来这不是酒店都讲究微笑服务吗、啊、他这儿不得劲儿、啊、那后来呢？啊，这不后来他喜欢曲艺啊，我就把他送到曲艺馆里边学曲艺了。学曲艺了？ 哎儿子啊，带板没？带着。哎，来给这个大爷，哎啊，咱们展示一下。来来来，行，来行，还会这玩意儿呢？这没完没了干啥呢？这是？这要掌声啊！我说的是。800标兵奔北坡，炮兵并排北边跑，着炮兵怕把标兵碰，这个标兵怕碰炮兵炮。好啊，真好啊！哎，这孩子玩打的真好，跟我小时候看见那要饭的一样一样。哎、老哥呀、啊，现在可不要饭了，现在要钱。哦、爸，要什么饭？要什么钱呢？人家这是艺术啊，艺术。哎，你别不会的，赶紧好，艺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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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老哥，脾气不小，说的好。大宝哥、啊，你把处对象当才艺展示了啊？那你说你是真想跟我处？一个字，绝。来，然后呢，他给我打了999块99红包，都卖。不是你有几个这节性啊？你瞎呀，一个一个仅此一个一。这不俩吗？啊，我怎么感觉这里边有点事儿呢？哎，那你这个是打算送谁的呢？你包里还有几个呀？包里啊？哎呦我去，我去哎呀，你这情人节过得可挺忙啊！爽，找去，整事儿整清楚。别吵吵。其实吧，我是个销售。不行，大点声。其实我是干销售的。啊，你就是卖这个的呗？啊。那我倒想问问你了，那你在网上跟我说的这些那些这个那个的甜言蜜语，还管人家叫小甜甜叫小樱桃，这都是你发的吗？
那是我发的，那是群发的。丢啥呀？小声策略吗？哎呀！兄弟，搞销售的，我以为是情敌呢。行，我解除了，那我帮你收拾一下啊。谢谢哥啊。你说你缺德不啊？啊，有你这么干销售的吗？啊，就你这个销法，我看你早晚得挨削。大梅姐，我说过你多少回啊？爱情不是你想买，想买就能买的。买卖这玩意儿，我跟你说，买卖可不是谁都买，不谁都能做的。我告诉你，知道不？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，你给我耽误啊。大梅姐。这次失败，又想开啊！想开，大梅姐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每年到情人节的时候，我过得都特别有意义。特别是今天，漂亮。落水了，孩子救上来没？啊，救上来了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知道啊？哎呀，那个情况非常的危急呀、啊！我正巡逻呢，就看着一个孩子扑通一下就掉水里了。我当时二话没说，做了一个标准的扎猛子，噗呲我就扎进去了。我扎得很深，我扎得很远，然后呢？不知道。我说你扎猛子干啥呀？你走过去不就得了吗？哎呀，这孩子你说的这个轻松，还走过去啊？我怎么走？那水那么深啊，给孩子都没了。还那么深，那水就到这儿。就这么深吗？啊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是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出现在现场了呢？我不听见你喊了吗？到那一看呢，你跟孩子在水里面正扑腾呢。啊、我直接就给你俩救上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还真别说，咱哥俩配合的真挺好。感谢田经理，出现的非常及时啊！我说你胆挺大呀，不会游泳就敢跳水救孩子啊？我想那么多了。哎，我说到了以后，呛了第一口水，我才反应过来我不会游泳。那咱也不，哎呀，这些都是次要，是不是？田经理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我想问你点事儿。说。你发朋友圈了吗？发了。发朋友圈了，发的是你，奋不顾身救上来一个落水儿童。太棒了啊！太棒了！你说我喜欢的那个小秘密，他能看着我？应该能看见，我有的好友。漂亮，这事儿干得漂亮啊！这事儿啊，那个田经理，我能不能再求你点事儿？说，就是秘密看到这个朋友圈，他一定会来看我，对不对？看我的时候啊，你千万别跟他讲，说你把我和孩子救上岸了，你就跟他讲，哎，我跳水救孩子这桩，行不行？为啥呀？这么跟你解释，嗯，秘密心中一直想着说，他的另一半应该是个英雄，嗯，那、啊、是个有男人味儿的人，啊，所以说我就想，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，让他对我印象好一点？那个我明白了，但是我这个人呢，说话比较直，我不会撒谎。不，田经理，这跟撒谎没有关系，你这属于啥呀？成人之美。行。反正你确实是想救人，对，我确实放心，没问题，是不是啊？这回来吧，我让秘密知道知道，我是个英勇的男人，我是个勇敢的男人，我是个积极上进的男人。你现在是个落水的男人，赶紧把衣服换了吧，别感冒了啊！不换，让感冒来的更猛烈些吧。香水敲了哥吧，啊！没病找病啊！我
不是，田经理，你没明白，我要是这个状态的话，我就能观察出来秘密是不是关心我，但心在不在我这儿。于小脸，于小脸，小脸，笨笨，于小脸呢？后面呢？于小脸。